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邦布恩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减脂晚餐。那我刚刚呢，在《度化年》剧组杀青，因为角色的需要，我就是瘦了12斤。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底是怎么瘦的。首先，我用的是16+8的这个减肥方法，就是8小时随便吃，然后16小时就是尽量控制啊。其实我自己呢，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就是动手做饭的人，但这次呢，我就发现了两个神器啊，一个是这个三明治早餐机，这个呢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一个小绿锅，我就觉得它特别方便，然后颜值又高。这个小现在我用的是这个小火锅，这个专门做寿喜。看到吗？这就是我准备的材料食材，然后寿喜。现在，我得把火关了。总共是3档，我先关一下，因为我要放一下我的寿喜的料。看这个小熊拿起来是不是颜值很高，非常好看。哎，看着它心情好，然后我就有动手的欲望。这写的是，零脂，不减味儿。然后现在把这个档位开开，我现在开到3档最大，有1、2、3档，然后等它开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可以放了。好了，我的锅开了，来先放点肥牛，我的最爱。其实正常正宗的应该是一片一片吃，一片一片放。太粗放了，直接上手了，没有洗手了。哎，这玉米这颜色，不错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这心情都好。再放我最喜欢的炖豆腐，来个豆泡，来个豆干，是不是想吃了？我在组里比较忙的时候，工作人员会帮我做，然后我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我就自己做。哎，再一盖，其实都不用盖，等会儿就好了。肥牛好了，我先来一个，要一会儿老尝一尝。哼，太好吃了，绝美！我跟你说，就这小锅做的，不输实体店。喜欢吃什么菜呀、虾滑呀，还有什么什么福袋啊，就看你喜欢吃什么，你就可以自己放，多好啊！自己买定制。差不多了。太好吃了，我其实不喜欢吃蔬菜的人，因为寿喜我真的太爱了，就本身它就很入味儿，然后再蘸点料。我要开一个店，叫小饭桌，在家做的这种，然后我办团购套餐，你给我39.9块，我今天这锅随便吃自助，我就给你夹完你尝，你办卡吧。办是吧？39.9块一会儿转给我。好了，反正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啊，这个减脂餐，大家可以就是 DIY 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，不能说就为了减肥而减肥，然后节食什么的不健康。咱们还是要快乐最重要，做自己快乐无比。除了快乐重要以外，还有就是健康那更重要。对，就是所以大家就是不要，乱减脂、乱减肥啊，就快乐最重要，健康更重要。然后呢，这个16+8的方法对我自己挺有效的，但是不知道，因人而异吧。到时候大家还是要看情况，不要勉强自己啊。那我们就今天先这样吧，下次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其他的分享。拜拜。抖音。